陈麻花。陈麻花呀，是重庆知名的特色传统小吃。清朝末年，古镇陈麻花凭借其独特的口味，从此在鲅鱼大地流传开来。因其选料上乘，采用全手工制作，具有香酥、脆爽、久放不绵等特点。瓷器口麻花有八个品种：甜、椒盐、麻辣、蜂蜜、海苔、五香、葱油、甜味儿，香甜可口，入口即化，老少皆宜。椒盐麻花口味纯正，酥脆化渣。麻辣麻花重庆口味，集甜麻辣于一体，回味无穷。蜂蜜麻花口味纯正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元素。陈麻花的制作十分讲究，采用的制作材料有精良的面粉、颗粒饱满的芝麻、香而不腻的核桃油，还有优质的糯米。除了白糖，还要添加上好的冰糖。接着就是和面，用它和出来的面非常均匀，炸出来更加的酥脆。然后呢，就是搓麻花了。将已切成五寸长的条状面块摆在桌子上，双手按住一搓，成八字形，那么一拧，就在这十指飞舞间做出了麻花的雏形。最后是炸麻花，凭着多年的经验，对火候控制适度，炸得太嫩麻花会发绵，炸得太老则会糊。这就是陈昌银制作麻花的奥妙所在。经过这样精心制作出来的麻花精品啊，闻起来香，咬起来脆，入口后酥而无渣，还具有保健功能。重庆陈昌银麻花经营部生意火爆，不仅深受重庆当地市民的喜爱，更是征服了海内外游客。究其原因，乃是麻花绝活的掌门人陈昌银发扬祖传秘方，不断推陈出新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陈麻花精品。如今啊，陈麻花几乎成为了重庆瓷器口古镇的代名词，也成了重庆特色小吃的典范代表，先后获得了中国名小吃、重庆特产、重庆名点等称号。